前一个礼拜咱可以租。疫苗施打站里不止播放客语的注意事项，还有原住民版。屏东县政府录制原住民语、闽南语等四种语言的卫教宣导，让长辈可以边等边听，打疫苗注意事项不漏接。原民版影片也出现在高雄山区的施打站，为了让桃园区的长辈放松心情，一到场先听听音乐。山区住户分布广，专车接送还不够，行动不便的长辈更享受打针得来速，坐在车上就能打疫苗。卫生所所长和护理师车旁服务，针对山区跟偏乡的长辈，体贴更加倍。妈，你要到六龟吼？嗯，到六龟。啊，打针完了吼？好。好啊，路上平安哈。像是茂林区呢，就达到了80%以上。那桃园区的施打率更是漂亮，达到了100%。多种语言量身打造打针得来速，为山区跟偏乡长辈打造防护力。大爱新闻高雄屏东综合报道。